男女炒饭更火热，四大荷尔蒙不能缺席。两性爱爱炒饭时，要增加性欲。这四种荷尔蒙不但能让男女双方感情升温，还能让性爱更有劲，越爱越火热。一、多巴胺被称作脑中的快乐物质。当一对男女彼此产生爱慕之情时，脑中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就源源不断地分泌。二、血清素是安乐情绪传导素，控制着人的情绪与压力，令人感觉满足、舒畅、开朗、自信、轻松、幸福。三、催产素也称为拥抱激素，催产素可以说是促进高潮的加速剂。当人们热烈拥抱爱侣或好友时，会释放催产素到血液里，有助降低血压、疏解压力。四、睾固酮最重要的男性荷尔蒙之一，睾固酮不足已经有年轻化趋势，建议透过食物适度补充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，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